买的这个新眉笔感觉不是很好用。晚上好，这感觉没削好呢。哇哦！好难用啊！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听点歌。这个新眉笔很奇怪，拿卷笔刀卷一卷，不行，这个是专柜削。购物车，我没看到有购物车。我不在乎啊。I got my bitches out in Georgia, 不要睡。不打了，今天怎么哪有天天打游戏的呀？下次是啥时候？再说吧，再说吧啊！今晚就是聊天直播呀。大家不要，大家有需要的买，没需要别买，这不关我的事儿。这。Loyal better，我没有提成啊。谢谢谢谢，谢谢礼物谢谢。我有点想拿一个架子。I got my bitches out in Georgia, 五月十。没事事。什么叫快递小哥？有没有？我不敢啊，好可怕！你们这样说的，我害怕了。Never gonna let you。没有玩手游啊。对呀，不打游戏了呢。
只是总选之后想进行一些轻松的直播罢了。我这个美女真的没用哎。Never gonna make you cry, never gonna make you down。今天不累啊，今天不累。Never gonna say goodbye。是应该这样画吗？我新买的这个眉笔真的有点让我有点状况外啊。小白，你能让一下吗？你能让一下吗？你能让一下吗？哎，小白，还帮我把音乐打开了啊。那现在明显一点了吧？ Never gonna let you down, Never gonna make you cry, Never gonna say goodbye。 对啊，保护他的隐私。晚上吃的什么？就吃大米饭了。我我开始看《鬼灭之刃》了，但是我就是才看到开头，就是砍鬼呗。是吧？甄嬛没有看，但是我又看到了一个新的还不错的。叫什么来着？就是一个说他发现他的，他进屋发现他的妈妈被杀死了，然后他就突然一下回到了自己小学的时候，一个动漫。这个形容确实有点，等一下啊。你在干？我给你们找一找，我专门加在自己收藏里面。你在干嘛？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。你们看过吗？就是反正是穿越，这能叫穿越吗？这应该叫穿越吧。还有一个搜集，知道我搜的什么关键词吗？黑头发的女的，很凶狠的动漫。因为我忘记名字了。狂赌之渊。找到了，我就是看到他的名字，我就能知道。它是什么？复仇教室也吗？但是我就是想看啊，但是
为什么会没有啊？它是需要，就是在别的途径才能看到。是因为他太血腥暴力了吗？我没有在卖东西啊，我没有在卖东西，这个不关我的事啊。樱花动漫，好的，懂了。公告一下。谢谢谢谢礼物。这个总可以讲吧。随便随便，我觉得。喂喂，下一次我跳公演，我一定要在我的鞋子上装防滑垫。谢谢心动续篇零三版送的权杖，谢谢。我一定要装防滑垫，那雪阳一种那个走姿，笑死我这样。我要穿钉鞋，对，足球鞋。星梦滑雪厅，劈叉倒不可能吧？It's so sweet, so sweet. 真的吗？直接劈叉有点夸张了吧？虽然说我跳的时候也真的很滑很滑很滑，然后我们那个叫什么歌来着？Sweet Trap 是这 Sweet Trap 吗？对，有一个滑跪的动作嘛，我那天专门 hold 住了，我感觉我都要冲到台下去了。真的很怕，就直接滑出镜头外。I'm never done hoping. Open. 学校时候就差一点，他还是没有我机智。鞋底磨粉，我们抹了呀，我们上场之前还专门踩了可乐，踩了之后我说，哎，怎么感觉好像变得更滑了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别着急！哎哎哎哎！别打！别打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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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啊，可乐防踩到脚底下，它粘了之后会防滑的。口香糖粘鞋底，稍稍有点恶心吧。万一粘掉了呢？越说越恶心了，大家。头发没有长长很多呀，应该就是自然生长吧。下次直接滑冰，下次我们改成那种轮滑鞋的舞蹈。
就没有不用再担心地滑不滑了。飞出镜头，不至于。我的轮滑技术我还是会支撑我正常行走的。头发是接的呀，屁股摔。倒也不会跌到超 V 吧？对头，我的黑色头发掉色了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多，你们说多出来了购物车，但是我这里是看不到的。是故事的吧？这是巧克力色吗？谢谢你赋予了它新的颜色。这个是有是挑染呢，只是很不明显而已。但我那天在超话看到我的反图，我也在震惊，怎么可以调色调出这么明显的色差？看，我现在给你们展示，这个是挑染，这个是没挑染的。镜头面前基本上看不清。新故事的。新歌谁等待？是我都想重新接头发，但是太累了。接头发是一个很辛苦的。对啊，我现在就是小班色哟。小班色，小班明星同款，我现在是。这不是染的，这是退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退成这样。新故事等待，新故事等待。黑色，对。黑色也挺好看的，但太深黑的话，其实也会稍稍的有一点点显得你这个人突出。高马尾，其实我蛮想扎的，但是为了保护我的发际线，所以说我在努力的。尽量不扎的高马尾。然后我又突然有点想念我的红色挑染，觉得它那个红好张扬啊，好喜欢。最近没有什么工作。蓝色挑染上次没有挑出个啥，我要去再挑一下，挑除了红色还有什么张扬的颜色呢？新故事等待，绿色，加恩他那个绿色吗？薄荷绿，粉色不喜欢，紫色不喜欢，白色，白色太伤头发喽。不过坚持我一直不漂头发的，对，蓝色。你这样说的话，还是红色，还是我比较喜欢红色。五颜六色，五颜六色不至于吧？
彩虹色。对啊，红橙黄绿青蓝紫。谢谢美式1550送的皇冠，谢谢你。红橙黄绿青蓝紫，这样看起来还是红色好啊。你们没有觉得我最近胖了吗？我好难过。这还比较胖啊。你的滤镜真厚。但最近缺乏一点运动，哎，好想辛苦起来。练舞也算运动，对，练舞也算运动，但不够。每日训练开始。帮我数一下，我举了几个小板。好累啊。说实话都要出汗呢。没在跟你们开玩笑，小班真的重，是真的会 举出汗的那种。是应该举 whisky， 但是 whisky 他根本不听我的话，他不乐意让我举的。小班的话多重？应该有8斤吧。18斤，那就10斤吧。我不知道啊，随便猜的。谁举哑铃啊？关键是谁举哑铃啊？谁举哑铃啊？现在女孩子都不举哑铃啊，谁举哑铃啊？举哑铃？你们举哑铃的有我手臂肌肉多吗？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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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礼物，谢谢。倒也不会每天偷着去吧，
也不是那么要面子的人。好呀，给你们秀一下。厉害吧？有肌肉，只是不想给你们看好吗？我是你们想看就给你们看的。谢谢心动续篇本性暴露版送的权杖，谢谢。这就是真的呀，什么叫以为是真的？这儿你看，没有看都飞出来了吗？休息一下啊。Just a version. I think when you think about you, when you dance, dance, dance. Almost the same. Dance, dance, dance. 算了。给你们展示一下真正的肌肉吧，看到没有？你看到没有？刚刚我就稍稍一用力就有了。哎哎呀，穿帮了啊！穿帮了，等一下，重新来。对，哎。我的肌肉还会滑动，另外一只手也有。别抓我衣服，过分。我有啊，你看，其实我这样，我看我的肌肉还不够明显吗？给你们看吧，这还不叫肌肉，保护。我把滤镜给取消了。好，这是我平常的手，这是我用，给你们看到，这是我平常的手，好吗？这是不用力的，这是用力的啊，看好了。好可怕！我要按摩一下了，突然觉得很吓人，刚刚那个角度突然看觉得自己很变态。我的胳膊，你要消下去。
want to know them, I want to be more than just a friend.这还叫没有肌肉？在开玩笑吗？这还叫没有肌肉？什么？我没有捏呀。我只是在保护我的腋下呀。不过，也不需要太有肌肉吧。咱们好像是跳舞的，不是打拳。腹肌那就真的不能给你们看了。你们都看过那些反图啊，还非得让我在直播间给你们看，我觉得晒腹肌就是一种很装的行为。排。好像扫射到别人，反正没有扫射到刚进团的我，刚进团的我那就随便发发。虽然说我也晒过腹肌，但是现在个人觉得晒腹肌就是一种很装的行为，不装给你们看。想看腹肌，请去袁一奇的各站。反图观看，不要在直播间逼迫一个穿上了衣服的人还要把衣服撩起来。可能装不是晒腹肌，装是不露腹肌还非得把衣服撩起来露腹肌。吃完晚饭就没了，确实，因为我肉少，吃完晚饭饭就撑起来了，不像肉多，吃完晚饭还外面有一层，我只有一层皮。换首歌。没有在内涵呢，因为我肚子上不长肉，有些人肚子上会长肉，但我肚子上不长肉，我哪儿都不长肉，我就脸上长肉，所以说我别的地方就不是很容易长肉。我很胖很胖的时候，我的腿腰也没胖呀，羡慕，这很羡慕吗？长脸，羡慕。胖脸你胖过吗？脸上长肉你体会过吗？地狱你去过吗？就敢说羡慕我们脸上长肉的，一辈子都不要羡慕脸上长肉的人，一辈子都不要。我宁愿我身上长。
太可怕了，脸上长着。对，我发呆了。对，他们在打架。没有，我在看你的评论。我的体脂率不低，就一正常。正常，但是正常的体脂率对于我来说就有点高，应该偏低。哦，要是不对，是正常，但是正常的来说就对我来说有点偏低。反正我的体脂率就是要低就行。20-25正常，对，但是我想把我的体脂率降一点，就19左右吧，会比较好。体脂率低的话，你的身上的肉又紧啊。体脂低的话，身上肉紧，然后你就更瘦。而且我去做皮肤管理，那里的姐姐都会跟我说，我一定要好好保养，好好运动，好好就是跟上，不然的话我以后会衰老很快，特别是我这个眼睛。她说我们这种大双眼皮都很容易老得很快，因为一双眼皮很大，你老了就会容易塌，就这样，真的。然后我就是，对啊，现在也不21也不小了，得好好的运动。大双眼皮真的会塌的，没跟你们开玩笑。他没有在打广告，他就劝我而已，真的，是真的。你双眼皮越深，你就容易，你以后长大了，你的眼睛就会容易塌。我的双眼皮不是贴的呀，谁跟你说我双眼皮是贴的？谢谢谢谢谢谢。哦对，我双眼皮是贴的。哎呀，我没有这种烦恼哎，多虑了，我都忘了我是单眼皮了。对不起。167单眼皮优质女性，你好你好，我叫袁一琪。下班。想变矮啊？为什么要说我想变矮？他们真的好讨厌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这个地方会成为他们的活动，就是活动地区。之前还想说变高，对啊，因为变不高，然后我就恼羞成怒了，我就说变不高行啊，那我就变矮吧。今天这么早直播，这个时间点也不早吧？算了，小班现在也是成年人了，他如果这么想要展露自己的屁股的话，我也不拦他了。
有什么好笑的？确实不雅呀，但是我拦不住了。保护我们男明星，我们男明星已经，我现在已经不想管他们了，我昨天已经被伤到心了。昨天还有他们一帮的粉丝嘲笑我，真的难过了。不过我也没有放在心上啊，只是准备暂时封杀一下他们两个。我不要打架呀！哦 ，Whisky， 你站起来！Whisky 坐下 ，Whisky 刚刚突然站起来，天哪，这是奇迹吗？反正我现在先暂时封杀 Whisky 和小班吧，你们一个月见不到他了。先封杀他们一个月，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将会只发我自己的自拍，让昨天嘲笑我的人给我道歉。对啊，就是看情况，看情况封杀，看表现雪藏。每天9宫格，倒也不至于吧。小九照片本来就少，我还要封杀，是自己小自己 Whisky 身材管理不行，没有好图啊。给 Whisky 赎身，存在。今晚吃了啥？吃了大米饭呀，我不是说了吗？他比以前瘦了，对啊，那是因为他也知道自己醒悟了。对啊，拍照片，拍照片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这个时候有这么多 Whisky 粉丝了。永久封杀也太残忍了吧，这是小班粉丝说出来的话吧。我没有在推销好物呀，当然没有说购物车的东西不好，是好东西。我们一般好酒好吗？一般好酒。但是如果金主爸爸想要卖出更多更好的洗发水的话，下次就不要用我的公式照来宣传它啦。BGM 这个男人好激动哦。
对呀，我也很意外呀！我记得我拿了小雪拍的照片，怎么变成我的一身红的公事照了呢？错过了我的 B 站直播，没有关系啊，我有录播呀。B 站有录播，口袋有录播，错过都可以看。而且 B 站其实我没有看到太多弹幕。对啊，有回放呢。看看耳钉，耳钉就这个一直没变，因为现在还不能改。我来这也来一个。以后就彻底改掉了我的侧睡习惯，我就永远是正睡，我的骨头就越来越好，我就这样子，每天睡觉都这样，不疼，完全不疼，超级舒服，就是很刺激，就是啪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真的很想当帮人打耳洞的人，每天都拿那个穿刺枪打别人的耳朵，噗噗，好厉害，真不错。感觉耳朵红了，这边耳朵最近就是有点容易红，因为它不知道在干嘛，最近特别痒，但那疤还是没好吧，就在修复中，现在按着还是会疼。我当然没抠了，这我咋抠啊？这耳洞在耳朵里面，我拿啥抠？这拿牙签戳进去抠吗？这抠不了呀，放心，怎么？右耳钉好酷，谢谢。哪边都很酷，好吗？好了，我准备去卸妆去了，现在已经9点了，希望我今天可以继续早睡。拜拜，晚安，晚安大家，说晚安。拜拜。